好啦，进来咱的现场了哈，来啊，咱的贵宾就是唐辉小姐了哈。Hello， 哎，现在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唐辉。哦，谢谢。还有说老师厉害。啊，你也不敢当，不敢当哈。啊，阿志哥也真够不凡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咱的唐辉小姐哈。对。咱拢知影讲哦，啊，一条做市井大蛇岗，安尼自生轰动。没啊，大家无气嫌啦，啊，甲我支持。啊，有影你这条歌算讲哦，真正台湾是每一个角落都对啦。对。会使讲顶下会晓唱歌的人就会晓唱啊啦。对啦。啊，若未晓唱歌的人，嘛我拢捌听过啦，对不对？吼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条歌听讲讲抽袂少。无啦。哈，你惊人知对不对？平安就好啦。平安啊，无平安就是福啦，吼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这个痴情大蛇岗这条歌是不是你的初露作品，或是你较早就已经拢有出片啊？诶，这个歌头是我头一张的专辑的歌曲。啊，处女作就对了。对对，因为甲即卖经满二十档啊。二十年的岁月啦。对对对。啊，你阵年嘛还佫昂昂悠悠的哦。无来时阵算讲，啊，我十几岁就出唱片啊。十九岁就出啦。十九对啦，我这意思就讲，迄条歌是毋是你的处女作呢？对对，迄条是我。迄条就是。啊，你们算十九岁就。出名就对啦，无我唔敢讲出名，我都有影出名，出名叫人知影。因为这条歌曲是我写词、我写曲的，好好好好，对啊，啊我家己唱的安尼，就像苏老师你同款，你嘛是家己写家己唱安尼。袂啊，咱袂红，你讲。袂啦，你怎么卖作红的？袂，你就想讲这句袂就是袂红，我说哪袂？无啦无啦，你要真人。我知影讲唐辉吼，唐辉小姐伊这个伊的片啊已经出足侪啊。诶，即马佮即马经都系一条故乡的妈妈是二十二张啊，22张了。我来知你的曾经哦，当然啦，这个市场大势，刚卖讲，这个已经大家拢知影吼。对。这个陆陆续续后，迄个欠翁的债啦，欠某的欠某的情啦，对。啊，欠小弟的钱啊，无啦，无欠小弟钱。啊，这条无啦吼。会使讲哦，大家听，大家都调咧啦。诶，敢若最近的电波哩足强的呢？欠翁的债，欠翁的债，因为足侪，无怪，足侪咱这太太小姐人啊拢。有部分啊，不是作者有部分啊。去卡拉 OK， 他们叫我唱一个欠人的。哇，太好听了，讲实在。我呀，说老师唱歌嘛真好听。不一样啦，你本来不直接讲个美话美话。讲个出对头。好啦，那个朋友吼，要大家唐薇小姐开讲铺头的，对，会当拍起啦哈。时间无偌久的时间。啊，对啦对啦，等你买个拍一个歌来你哈。啊啦啦，电话先接一下哈，来先来，喂。喂。嘿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咱成功的，成功的林大姐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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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一看到足欢喜的呢。安尼哦，你讲爱听伊歌吼，遐伊歌足好听，哦，我伫，因为在迄边哦，我直直看到伊啊，安尼啊，直直看到伊啊，阮厝边头尾大家嘛拢甲买听呢，系啊，敢那听呀叫听足济，够好听，啊，我吼，听你的，听姜老师。你在讲哦，这一边来哈，红光红欢喜的呢。安尼你啦，你看啊，这就是你心中啊，你敢知影？我讲啦，安尼心中啊，内心。本来我也嘛爱出去。安尼你啦，你看嘛，看我甘心就好啦。本来也嘛去当装合看一遍，啊，我再无去，搁在一起。好，安尼你啦，感恩谢谢，感谢啊，你吼。哦，我。足爱看伊的唱的歌，足好听。伊的歌怎啊软？伊的歌哪软？心情球底底咪咪咪，好唔好听啦？嘿，啊，那点那吼，直接在唱吼，啊，我嘛那在咧唱啊。安尼呢啦？嗯，啊，拄只迄条歌好听吼。好听。故乡的妈妈，不是阿母，是妈妈啦。妈妈，啊，故乡的妈妈。伊这条歌嘛是讲小叶有的。甲囥只少年啊，个时代人爱歌啊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这条歌是要囥少年，囥些囥些啦，哈，所以你嘛是功德一件啦，功德一件。无啊，咱苏老师情歌嘛是用功德一件，一款。啊，我看到这，跟你讲，我足欢喜安尼啦。安尼哦，谢谢啊，谢谢，继续收看啊，哈，感恩支持啊，感谢啊，啊，谢谢，啊，好，谢谢哈，来信台，喂。喂，哦，咱阿南小姐，你好。哦，你叫阿母来去大市来一点，唔当好听。阿母来去大都市，市市啦，都市。哦，迄条歌我听过，足好听。哎呀，大都市对啦，迄条阿母来去大都市。哎呀，哦，伊歌逐条都对，逐条都迄多呢。无啦，因为大无气嫌啦，吼。有影啦，你歌声真正实在有影。伊就是有点有特殊的唱法啦，有特殊的唱法啦。哎呀，真正有影，系啊！林刚昨晚要甲苏老师合唱，伊都无爱，伊都讲嫌我安尼，甲伊较无搭安尼。啊，讲讲这啊！你是去讲客气话啊？前三年前，苏老师的人哦，咁样呢？前三年前，我就甲拜托啊，讲有机会，你咪话我对唱一下。讲哎，无我
半年啦，迄、迄落以后再搁看找看有机会无啦，真无法度啦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啦，谢谢嘉顺啊，好嘞哈，好好，好嘞，天天都来哈，会如如何安尼哈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好好，感谢感谢哈，阿拉信代，喂。Hello， 哦，咱可不可以林大姐你啦？哎，林大姐你好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唐慧小姐你好。啊，林大姐你好。哎，啊我，你以前较早咧电台啊有无？哎，好好好。哦，我就最爱听迄个歌，你想说说是不是用在西港啊？哦，系啊。啊，你有送一件衫有无？哦，好贵啊！来，来外口有一件你的相片。安尼哦，有无？对对对。啊，你讲老客做一个永永远的纪念安尼。啊，我最爱看你的呢。安尼哈，你看都是安尼只，只。啊，你的歌吼，干嘛做厨师啊？就叫做好听。伊都伊伊歌都伊做特殊的吼，我袂歹听。啊，你听到都甲你讲，都听拢调咧你。谢谢啦。啊，伊我伊我伊个唱歌我足介意听，真正。哎，那迄就是特殊唱法，所以唔只甲阿妹阿妹提啦。哎呀，阿妹提啦，无啦无啦。我听闻晓得呀。系。你较早你有影一电台有无？哎。吼，有无？有啦，有啊。啊，我都捌。我拢哦，我安尼，咱我算好评，我较早拢听节目呢，啊，真正啊，真正呢，会到时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会到时啊，系啊，两时啊，两点到四点的，对对对。有，例如你的 VCD 有无？啊 ，VCD 啦 ，VCD， 嘿，对对对。哦，我足贵啊啦。安尼吼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哦，我哩又较接待你呢。好，有闲我就较接说老师家。系啊，好不？好，感谢你啊。好，拜拜啊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咱个就同阿来听听咧，唱一下歌。来，现代，嗯 ，Hello， 林大叔，你好，唐辉小姐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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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是贵姓呢？你背山呢？啊，你好，我就想你的呢。啊，你好，你看，你看，真好，你看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也唱歌，我有特殊的呢。哎呐，感恩呐，谢谢啦。啊，你们也是拢做够做起的。啊，我就我就叫伊写一段歌，我唱就拢无。啊，我就做我讲你，你两个讲这，我就讲。你才讲蛮还嘴的。我叫我爱写条歌给我唱哈，哎，爱就拢拢无银行写，你得甲红叶甲人讲啦吼，有好啦。那我先过咧存哈，安尼两个人做搞安尼。哎，得做工个啦，做工个，哎，人是赚大钱，咱讲实在。无啦无啦，平安就好啦，平安就好。困难拢同款，我唔是讲为唐伟讲话啦，唐伟也冇写在这句话啊。真的。好，安尼你啦。啊，我是。啊，拍水差不完吼，安尼。好，那你好好 ，OK OK。唐伟加油啊！好，谢谢啊！好好好，感谢感谢哈！那咱去朋友上做多一点哈。OK， 系啦，那开讲到咧，但我看佮你安排一条好听的歌咧。好，这条歌听完是咱要拍电视广告的。你要拍电视是电视，电视你冇得要去啊拍？冇啦，要拍 MV 啦。好，我是讲你要去拍电视咧，啊，等等。MV 的广告的副歌、主打歌、第二波的。哦，第二波就对啦。叫做《红尘的人生》。红尘的人生。这条歌其实写到一挂上班的人的心声。好，啊，你冇写到去啉烧酒的心声呢？啊，这是。也袂转哩，安尼吼，安尼哦，我先大大转啦，先好现场唱啦吼，好安尼，先现场我唱啦吼，你今仔个咧转片啊吼，安尼我先唱迄个我的成名曲，痴情的大世界，安尼哦，嗯，痴情大世界好听，来来，阿咱导播老师刚准备，导播，好，有啦 ，OK 啦，有啦哈，来邀请片出来欣赏啊，痴情大世界，谢谢。
好听的歌，相当许多的歌，痴情的大蛇羹，干那这条歌，哈哈哈，听我念不笑。没有，安尼这条歌已经经过二十档啊，起码已经二十档啊，对我最近打满二十档。时间咧过真，我系记我阵都打当大人呢，讲真嘛，安尼已经安尼吼，二十年后啊。安尼看我跟李大哥认识了那么久了，二十几档了，对吧？所以你今日讲那个朋友报告吼，金鸿啊，下来咱新台，我那赶快透过堂会澄清一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属实的。二四年半前啊，堂会带我来甲李，阮李董事长熟识啦。而且按照这个机会来讲，你这是属实的。没有啊，你原来算我文静人，人讲实在。没讲，因为我这几年我的债务啊拍跌啦。啊，就恭喜你。而且算讲，原来算讲你，我拄只讲话人未使忘恩背义啦，啊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算我外文情人啦，哈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李大哥跟我是熟识，到即卖经二十几档啊。安尼吼，因为我十几岁就熟识李大哥啊。安尼吼，以前时阵李大哥是我来做唱片。啊对对，唱片公司啦哈。所以我那算我咱李董事长好朋友啦，老朋友啊哈。老朋友。好啦，咱电话过来甲接一下。好，好啦，信代，喂。你好。哎，常辉小姐，你好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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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。你不简单呐、啊哦！没有没有没有，沒有真的很好哦。安尼吼，郑大姐，你的歌吼，我姊妹啊啦，我什么人拢讲咧，只要来这拢有你的歌哦。安尼哦，感恩感恩感恩。尤其是一条叫做痴情大蛇羹吼，迄条大台湾啦。哦，迄流传咱台湾，大家拢足爱听的。自信轰动啦！你一定做有感情的，才会做一条歌出来。对啦对啦，哎，人就是重感情的人哩。哦。嘿，祝你幸福快乐哦！好好好，感谢郑大姐啊！拜拜。啊好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哈！来，信代，喂。Hello， 你好。南北的刘大姐哦。哎，张老师，哎，美女，哎，刘大姐你好，照顾我快了，我着死了你了，美女呀，你好，你好，因为我伫北港呀，暗时啊，我有看你咧唱歌，哦，安尼好，哎，啊，唱歌吼，啊，哎，出自人家讲吼，系，做咩物件无无济啦？啊，我趁钱足济啦，做咩物件拢有啦。好好好，是是是，我都还记得了。安尼哈，李大姐，谢谢，爱帮你看心，帮你支持哈。我都爱听你的歌。哎呀，阮小老师嘛爱帮咱家乡亲的照顾安尼啦。好啦，谢谢啦。迄个北港，我有去北港，我有买你的票啊。安尼好，感恩感恩。我买你的票登来看。哦，可能是迄个大甲妈祖啦，是新港的款啦。大甲妈祖会讲的，对对对对。我拢等，我等你拢底下唱两工。好好好，谢谢谢。等你拢去吼。哎，等你多点好底下，对对好底下好。好啊，感谢刘大姐哈，谢谢刘大姐啊。大伯拢去北港啊，去进修啊。谢谢，感谢你啊。等你拢去啊。安尼好，好啊，等你多谢，当然就好啊。好，拜拜。OK， 谢谢，再见，拜拜哈，来信待，哎。咱玻璃的周大姐吼 ，Hello， 周大姐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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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常辉你好，你好，周大姐，常辉终于互我看到你呀，安尼哦，看到啦，哎呀，我足爱听你唱歌，我足爱看你，安尼吼，谢谢谢谢，我去的，一届去的德山呀，有看到你遐唱歌吼，对啦对啦，我德山遐，我遐看足久的，我去德山嘛，拢常去听伊唱歌呢，安尼吼，哎，拢伫遐咧唱歌，哎，有去。常辉有去诶，德山那唱歌啊！哎呀，都我都也唱，被土地公庙自然讲。哦，啊，我伫遐看足久诶呀！安尼吼，嘿，感恩呐，嘿，周大姐，哦，周老师，嗯，伊会东东来无？伊哦，哎，要叫来伊，都讲都过嘿，都过嘿。哈哈哈！哈，那看来我做现实的型的咧。哦，我都来看伊的呢。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无我，因为就会抢时间来。哦，中午我快掉啦。你当爱即卖爱去拍公拍新瓜，即可能爱去找电台，电台访问啊 ，cable 台啊。有机会啦，好不好？有机会啦，谢谢，有机会去接来咧哈，好不好？正直接上来看个面。哦，唔愿走了。安尼哦，你个妈妈，谢谢谢谢。啊，今晚有新歌啦，都要加支持哈。哎，故乡的妈妈，爱讲支持。故乡的妈妈，阿叔老师，再见，唐伟，再见啊。好，谢谢哈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好，再见，拜拜哈，来信单。喂 ，Hello。哎，苏老师，唐伟先生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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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我为着要请你的痴情大师讲，安尼就和唐伟小姐安尼，你的片我甲买五百块。
我记这个有林妹啊，而且大师哦，大师爱社会啊，关心啊，伊哦，唐辉啦，会做伊，唐辉啦，唐辉哦，哎呦，不是做伊啦，我刚想做伊，唐辉哎呀，我刚想做伊，无啦，我要问看咧，我捌甲伊，捌看到伊的真面目，你知无？啊，痴情大西港的主唱人啦，唐辉啦，我知啊，我伊家伊用车捌甲收200块，欢喜干咧，哎，可能看到唔是人啦，安尼哦，可能看到男性，你蛮好的是迄个模仿。模仿我啊，迄个啦，安尼无共人哦，穿着来场哦，无共哦，穿着来场伊啦。你去看到迄个模仿我的迄个啦，啊，对啦，你讲迄个发财，你讲迄个发财，人心里啦，本来他家进本来要介绍苏老师做女朋友啦，我安尼哦，我放错意料，哦，不是啦，伊较出名，安尼下来，伊较出名啦。汤会较出名啦，对 ，OK 啊，时间到啊，谢谢，拜拜，时间到，谢谢，啊，咱线上好朋友拢甲你顺妈线啊，因为来遮啊，甲咱开讲，啊，电话足济，人拢无甲接电话，啊，接接到拍摄，姐妹，你最后因为咱时间要到位啊嘛，最后来安排个啥物好听歌？安排这个《红尘的人生》，《红尘人生》吼，啊，这条歌唱完了，咱就无甲咱这好朋友休息呀，对，啊，咱希望讲诶，你以后有机会，可以当邀请到唐辉小姐来甲咱的节目吼，感谢你哈，谢谢，感谢咱现在所有观众朋友在你啊支持唐辉，一方面支持唐辉，同款支持咱苏老师同一款，爱继续甲阮现代支持，甲阮听笑甲听动，望恁的关心，望恁听笑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，身体健康，万事你在大赚钱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。啊、来空顶人生，人来多多。松松不明白，心内的苦痛无人知，想要哭又搁无目屎，啊，感激的人生路，到底是谁人的担，来替阮安排，看你黑暗的真干。感激的人生路，命中来装着笑容，谁人知阮的心情？我把心的爱，通通谁人知？
在。